哇，他对 AA 好奥利弗啊，他们应该有点猛的，我感觉。来了来了。Well, got it. 哇塞，你们怎么到一队去了？解释一下，就是想在音乐这个角色上代替一下嘛，其实也很愧疚啦。代替一下他的女朋友吗？得了吧，就音乐的位置，音乐。我们私下关系和好了。和好了还是可好了？和好了也可好了。哦，那之前有什么破裂的点呢？其实就是他很愧疚把我女朋友送下去了，然后他就来跟我说要不要音乐上面碰撞一下这样子。你看看，比较幸运啊，我们两个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真兄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啊。我们来自 We Go，shout out to 我们的兄弟小李、李一杰，shout out to Owen，shout out to Candy。然后对于我们的对手，他们选我们嘛，然后呢，我觉得也送给你们一句话，就是，Gavin，我会帮你报仇的。 好吧，那我们两组谁先开始？我们先来吧，没问题。我对招三和Gavin这组特别期待，因为招三和Gavin都是在1v1环节给我带来特别大惊喜的两位选手，很期待他们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Yo， 小奥图支持我们的兄弟，爱我们的家人们，还有不看好我们的人。 我们非常热爱这个舞台 ，Let's go 音乐。 这次创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合作之前的话，我们老不见面。赵三是上班族，然后他也住在西安，距离太远，确实有困难。然后他突然说他又来西安，我说太好了。 当时嘛，就觉得说做音乐还是要两个人当面碰面。如果只是线上单纯讨论的话，肯定会有一些不会十全十美。对，其实就是互相丢想法，然后就好，我们就听到了《 Loyalty 这一首《Loyalty 忠诚》，写了一些关于我们在音乐道路上帮助我们的人，然后反对过我们的人，我们要对他说了一些什么话。 Yeah.
好帅了。他俩简直就是玩最怪的一个演出，但是歌又这么完整，就一点都不违和。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黑魔法。这高旺有点太惊艳了，高旺确实挺厉害的，感觉太适合我的阵容。你帅了，帅帅。高旺上一轮他赢损的时候，我对他玩 auto tune 这个东西我还不是那么认可，但是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惊艳到我了。有机会我想跟他一起合作一下。他俩的搭配让我有一种在陕西秦岭里面碰见了一个秦岭老乡跟一个台湾朋友两个人在一块对山歌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挺震撼的那种。OK， 那就位吧 A。Let's go, let's go。他俩肯定巨造 A 和 Oliver， 你信吗？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合作呢？这次那我们是真兄弟啊，我们是互相的唯一选择，所以我们要搞 brother rap， brother rap， 你们带个弹舌 brother rap， brother rap， 对，这次我们带来的作品是 Vigo 目空四海。整个歌想要传达的一种感觉就是做说唱这条路上面跌宕起伏之后的一些心得和感受。从现在开始就是把每个舞台我们就当总决赛了，所以我们就会按这个级别去准备。我觉得创作者首先对得起自己，因为你要先能打动你自己才能够打动听你歌的听众嘛。嗯，你们觉得你们这组的杀手锏是什么？飞起来。就是在物理意义也要飞，在精神层面也要飞。谁能想象 A 能飞起来？这个世界快要疯了，那我是不是也要开始改变？怎么走在街上，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好像我欠了他钱。他是肯干却变气馁，不能言传只可意会，他们想我立刻好好干的，别想加钱。有人际关系要打点，有小道消息要发现，但我是西格玛男人忙线中，没空去搞些花边，就要自大自洽，暴雨作伴梨花，结果我要叱咤到以我残躯化烈火。 We go。 哎呦，这摊子气色盛，这男人劲又棒，叫兄弟们出来健康，我气质捏的，他们说我大姐乖，他们说我需要叛逆，他们说我想要走起，掰开立正就变消息，走的人我做大哥，今天就收小弟，还没走起的 rapper 微信就不回消息，你咋就飘了？一边飘一边飞，把腰带勒一勒，嚣张的撅起嘴，制定战略，把手一挥，各地的同行解成都或是代表 CDC， 怎么走起都是命，我是家里代表 KTV， 就踏着气色上。把心血举就丢火箱，还是这种故事超，不是网络不过江，